啊，我是强森柠檬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觉醒了自己的天赋技能。胖冰菇爷爷说，天赋技能是神赐予我的能力。果然，我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。我是被神宠爱的天选之人。姜酸柠檬的天赋技能很强大，虽然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果汁喷射，但只要它为其附加强酸属性，就会瞬间变成极具腐蚀性的攻击技能，将敌人化为灰烬。你让我把甜甜的果汁变成危险的硫酸？脑子有问题才会这样做吧？不然你打算用你的天赋技能做什么呢？我要用天赋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。那么你的梦想是？是成为果汁大亨。神赐予你一个这么强力的攻击技能，你却用来做果汁？喂，你们两个法师在一个普通人面前讨论这些真的好吗？就不能多在意在意我的感受吗？强力技能，喜欢记得关注手游酷玩哦。